美国非常保护弱势族群的权益，基本上都还蛮破烂的。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美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穿这么破烂的那个300万在飙派举手，这种人真低调，不像那个现在国内很多朋友来，对，动不动就是那个拿皮带。那个娃娃真的破破烂烂 ，OK， 他看到那个娃娃抱着，因为你知道习惯哦，小朋友很多自己的习惯。我相信各位在座，如果你有小朋友，知道，像有的小朋友从小到大，他觉得棉被他特别喜欢，有小朋友可能特别的娃娃，他把那个娃娃紧紧抱着 ，OK， 真的那画面我觉得很美，然后他就点头就笑得很开心，说叔叔谢谢你 ，OK， 谢谢你让我把娃娃带走，因为爸爸说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我常常觉得。很多的 agent 都太可恶，包括各位，你姐听的音乐，来，我跟你讲，买 flipping 可以赚钱，我带你去买 foreclose 拍屋可以赚钱，我带你去买银行屋可以赚钱，真的赚钱吗？那老师跟你讲很多故事，真的赚了钱吗？对，包括 agent 不能够人家买房子，他说这种所谓 option 不会害死。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做，特别是做 option 的时候最主要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产权报告里面，他会告诉你，第一，第三，他会告诉你 property tax。那它有没有lien，有没有 property tax？ 大家知道，在产权上面，我们通常有三个，我们要查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政府部分的，就是这个房子有没有任何事情 against 你的房子是政府 recording 的这个lien。假如说你的 IRS lien、property tax lien、city 的 assessment lien， 这些都是 against property 从政府放到房子上。那这些是 super super priority。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就是那个富国银行，它是全美国啊，现在是最大的房屋啊贷款啊公司。那马吉卡呢，它是好我们专门做这种叫做 renovation， 就是维修的这种房屋贷款啊，包括这个重建呐啊，包括是你先买个房子，那个游泳池裂了、那怎么办？有时候裂漏没办法 close。Have anybody walked into a property where it was missing the kitchen? No kitchen at all?Yeah, you've seen those properties. Well, this program allows someone to buy a property and include money for repairs to lend on the after improved value, or the appraiser assesses the property as if the home has already been repaired.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is program is that we lend on the after improved value so they can include the money into the repairs. So,